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距离 Jessamo 黄金之城大约90公里的大沙漠。基本上呢，只要在 Jessamo 当地找一间可靠的旅社，通常呢他们都会有提供沙漠之旅的行程。现在是时间下午2点，我们要出发到沙漠骑骆驼路。我第一次看骆驼。Okay, this is my first time. You look like a guy who could dream me right. Yeah, yeah. Nice one I give you. Oh, nice one. Yes. Good job. Oh my god. Go up. Yes, go up. I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you ever did. Maybe let's take a Okay. Oh, his name is Simon. Simon. My Simon is so handsome. Come on, let's 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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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's go.Why take a chance? Will you let me ride? I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in your life. Maybe let's take a drive, take a drive. Yay! 今晚上我们住这里。现在我们在这里要煮东西吃。这是在煮茶。在这里的重点行程就是要体验2天1夜的沙漠生活。当然，第一天一定是要看日落啦，在荒无人烟的沙漠，听着歌曲，看着夕阳徐徐落下，突然感觉到生活中的那些烦恼其实不算什么。大自然很伟大。然而人类很渺小。我的这两位朋友怎么这么可爱呀？你们是相爱吗？好可爱哟。我拿车了。哇，今天这是我们的食物。但是因为我肚子痛，所以我没有吃。哦， so smart。 哇，是耶，我都没想到。吃完晚餐后，我们就躺在沙漠上聊天看星空入睡。由于没有光害，所以可以看到夜空中布满很多星星，整个人呢就像被星星围绕着，超漂亮超浪漫的。我想这就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吧。拍照我，我还蛮想记录起来的。我超怕了，可是我觉得晚上半夜温差会非常的差的大。对，早安各位，现在是早上几点？我看一下，现在早上6:45。现在早上6:45，然后超冷，感觉好像6:45对，然后我们的日出还没有出来，给你们看骆驼，还在后面站着。真的吗？因为我想给他睡，晚上睡觉。他们是没有坐着的吗？他们好像 morning， 是 mix food。 Yeah， man， yeah， it's a jam， I thought it's butter。 好冷哦。经过2天1夜的行程，我们就回到酒店啦。这2天1夜的行程只需要89令吉马币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行动去 Jessamo 沙漠吧。你明明是草泥马，为什么你要扮骆驼？拜拜 Simon。 来了，谁也能吃。 Lovell 老塞了， Lovell 一直拉肚子，来大家一起 break break。 Lovell 老塞了， Lovell 老塞了， Lovell 一直拉肚子，再来 break break。 没错，之前我们校正德庭 A 德庭的那个位置睡到还蛮丑的，现在到龙庙自己拉肚子。
说你拉了多少次？从昨天到今天。拉五次。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拉耶？什么拉稀的？你觉得是拉稀？拉稀这个东西一听就是拿来拉屎的，拉稀拉稀拉屎拉屎，对没有？拉稀拉稀。我的厕所好，因为我小便，就是它的水不再是从那边出来。真的，我们拉稀是完全用的小便。先把我的大便权转给老大，谢谢。